DeepSeek 成功实施了战略核打击，纳斯达克巨震，三家美国巨头英伟达、微软、亚马逊同日接入了 DeepSeek， 这是不是意味着他们从此就认输了？微软这款老江湖啊，深谙鬼谷子杯河之道，左手安抚着 OpenAI 这等外事，右手接引着 DeepSeek 作为新宠，恰似曹孟德挟天子以令诸侯，其 AIPC 大计暗合墨子陈守篇，背者国之重也，端侧模型护隐私，可比商鞅变法时的图穆立信。看到 OpenAI 与 Xpink 分明是战国策里的纵横家，空怀苏秦张仪之才，却无商鞅变法之机。反观亚马逊、微软，早就学了吕不韦，奇货可居啊！他们早就将模型厂商收作了门客，以备不时之需。此乃盐铁论精髓，山林不让交龟，以成其从。云平台啊，便是他们的终南捷径。最妙的是啊，这 DeepSeek 横空出世，直叫老夫想起了庄子里的庖丁解牛，以无后入有间，挥挥乎其余，游刃必有余地。开源小模型如韩信点兵，降本增效的同时，竟破了 OpenAI 的马奇诺防线。外邦惊呼啊，岂不闻吕氏春秋，云流水不腐，户枢不蠢。诸君且看，这 AI 江湖正应了易经葛卦，大人虎变，君子豹变。昔日 AI 追捧的小甜甜啊，今天早就成了牛夫人，今日端侧模型的灰姑娘，转眼就要变成 Cinderella。 正所谓算力如潮卷地来，模型似雪漫天开，莫道硅谷风景好，东方既白见楼台。欲知后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量子计算破迷局，墨子卫星定乾坤。哎哎哎，回来回来回来，还没开始呢，谁让结束的啊？家人们，刚刚这段文案是我用 DeepSeek 生成的一段文案，不知道在座的各位觉得 DeepSeek 的文采是怎么样的？大家好，欢迎来到老友记，我是大招。今天咱们来全方位探秘美国三巨头英伟达、微软、亚马逊同时接入了 DeepSeek， 这意味着什么？对行业的影响有多大？首先啊，三巨头同时接入了 DeepSeek 是 DeepSeek 发布以来最大的胜利。 DeepSeek 啊，通过低成本的开源方式狙击了美国 AI 的高投资叙事，这就好比三国演义里的诸葛亮用空城计智退，以极低的成本改变了整个 AI 业的发展跟道路。 OpenAI 跟 Anthropic 等公司原本以为啊，可以靠着巨额的投资建立起不可逾越的技术壁垒，他是万万没想到能被 DeepSeek 这样一个小成本大制作给搅了局啊！就比如749局耗费巨资拍出来，结果烂大街了，而别人随手录了条短视频比你还火，你说这气不气人？特别是 DeepSeek R1 发布以后啊，以其低廉的训练成本跟开源的部署方式，得到了全球 AI 产业的极高评价，并被认为是 AI 发展路上的规则改编者。那么为什么说 DeepSeek 是规则的改变者？因为它的训练成本仅仅是 OpenAI O1 的1%，这就意味着更多的企业甚至个人都有机会接触到高质量的 AI 技术。正如古人云啊，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而 DeepSeek 就是那个让所有人都能拥有最强大脑的存在。不仅如此啊，它还能在个人电脑上部署使用，大大降低了 AI 的应用门槛，这无疑是对传统 AI 模式的一次巨大冲击啊！再来看看美国这边的反应啊，正可谓是口嫌体正直啊。尽管各大公司啊对 DeepSeek 颇有微词，但还是争先恐后的将 DeepSeek 集成到了自家的平台中。打不过就加入的英伟达都承认了呀， DeepSeek R1 是最先进的大语言模型，也就是说啊，硅谷大佬们已经心照不宣地承认了 DeepSeek 在江湖中的统治地位。那么这么说的话， OpenAI 现在又放在什么位置？既然承认了 DeepSeek 的领先地位啊，聪明人自然就知道紧跟潮流，要不然就要落后，就要挨打，所以啊，自然就选择了加入。况且啊，白嫖他也太香了，这不仅让人想起那句老话，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但 DeepSeek 偏偏打破了这一常规，
提供了几乎不亚于 OpenAI 产品的服务，而且还是免费。从资本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啊，有没有嗅到一种熟悉的味道？就是摩拜单车、美团、滴滴的，他们是不是都是打价格战，最后排挤完所有的对手以后再慢慢涨价？而 DeepSeek 是不是正在处于这场战争的初级阶段？而这场战争的结束啊，似乎将是 OpenAI 步入摩拜单车的后尘，被淘汰出局。不信你看，随着 DeepSeek 的普及啊，很多原先订阅 OpenAI 的用户开始大规模退订，转投向了 DeepSeek 的怀抱。这就像是一场无声的革命，用户们用脚投票选择了性价比更高的产品。而 OpenAI 为了应对这种局面，不得不紧急推出什么 O3 mini 版免费模型作为了回应。而 DeepSeek 的根本冲击啊，在于它不仅仅是在技术跟市场上挑战了 OpenAI， 更是动摇了美国 AI 霸权的根基啊。美国一直试图通过 AI 概念支撑股市繁荣，进而维系全球霸权的地位。然而啊，这 DeepSeek 的出现啊，让全球资本开始重新审视 AI 是否真的需要如此大的投资，而对美国来说啊，无疑将是釜底抽薪。此外啊， DeepSeek 还展现了强大的适应能力跟发展潜力，它不仅绕过了英伟达的 CUDA 平台。什么是 CUDA 呢？乃是英伟达公司精心打造的并行计算平台与编程模型，就像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智慧超群，运筹帷幄。话说啊，这数据如海、信息爆炸的时代，深度学习和大规模数据处理的任务啊，犹如一场艰苦卓绝的战役，需要强大的武器才能取得胜利。而 CUDA 就像是一把利剑，它允许开发者们驾驭英伟达的图形处理单元 CPU， 去完成那些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如矩阵运算、图像处理以及深度学习中的训练过程。这就像孙子兵法所言，知己知彼，百战不已。有了 CUDA， 开发者们可以使用 C++ 等语言编写程序，再利用 CPU 的强大并行处理能力，让这些程序如虎添翼，加速执行。在深度学习这片战场上，复杂的神经网络训练就像是攻城略地，困难重重。然而啊， CUDA 却能将这些艰巨的任务分解成无数个小任务，然后像指挥千军万马一样，将它们并行的分配到 GPU 上的多个 CUDA 核心上来执行。这不仅加快了计算速度，还提高了效率，降低了训练时间。正如道德经所说，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 CUDA 正是通过这种细致入微的操作，成就了非凡之事。话说回来啊， DeepSeek 深知 CUDA 的长处，所以避其锋芒。他选择了绕过 CUDA， 直接操作硬件底层。这个行为啊，让他跟国产的 GPU 的合作中展现了更广阔的前景。这就像是孙子兵法中的避实击虚，找到了一条避开强敌、正面攻击的新道路。可以看得出来， DeepSeek 的任务非常明确：一是狙击美国的 AI 霸权，树立国际威望。二是为世界提供一条摆脱美国控制的 AI 发展路径，三是极大的提高中国乃至全球的生产力。这三点目标不仅是 DeepSeek 的方向，也是世界未来的发展蓝图。瞧瞧，啥是格局？现在的中国都是以世界为己任。周易有云啊，否极泰来，泰极否来，意思就是说啊，事物发展到极端就会发生转变。正如咱们现在看到的 DeepSeek， 它并没有死守传统的 CUDA 技术，而是自创新路，选择了更为精细的 PTX 编程方式。这不正是深得道可道非横道的精髓吗？深挖细节，抓住本质，这才是创新的真谛。然而这并不是一条容易走的路要做到这一点，开发者必须同时具备 AI 算法跟计算机系统架构的双重技能，难度可见一斑。他们不仅要精准地把握算法，还要深刻理解硬件资源的高效分配，才能让整个大模型如鱼得水，灵活自如啊。所以你看， DeepSeek 的成功啊，绝不是碰巧得来的，而是通过精细化的技术积累跟团队的默契配合才得以实现。而且啊，它的工程水平的确非同凡响，连那些硬核的硬件厂商啊，都得为它让路。
比如 AMD 已经宣布将 DeepSeek V3 集成到 MI300X GPU 中。这又意味着什么呢？这可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的技术进化。 DeepSeek 在硬件视频上的优势啊，在未来啊，极有可能让它在国产 GPU 领域更上一层楼。然后啊，咱们从阴谋论的角度来磕一磕。要知道硅谷大佬们一起发招的目的是什么？孙子曰啊，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所以他们是不是打算深入了解 DeepSeek， 从内部寻找 bug， 从而破 DeepSeek 的法？要知道，美国对华制裁愈演愈烈， DeepSeek 在这种 GPU 短缺危机中也激发出了极强的新动力。就像易经所言，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你看啊，制裁反而促使了中国科技行业的破局，反而让 DeepSeek 变得更强大。相信硅谷三巨头啊，对此也无比震惊啊。所以说啊，这种可能难免也是一种可能。中国之前啊，也有文心一言、豆包等这些 AI 工具，对美股没啥影响。为啥 DeepSeek 一出来，美股就暴跌？再说回中国的 AI 发展啊，大家一定觉得文心一言、豆包这些应用就挺好的，但总觉得啊，没能从根本上撼动全球的科技格局。然而 DeepSeek 这次在底层技术上的突破啊，可谓是打破了算力至上的迷信。它的出现标志着中国 AI 在全球舞台上有了可以跟美国一较高下的筹码。它不仅是中国 AI 的厚积薄发，更让世界看到了中国智慧也能开辟新天地。这正像老子曰，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垒土。 DeepSeek 可不是一蹴而就的，但它的技术突破啊，就像是那九层台的第一块砖，已经打破了曾经的格局，证明了中国的技术创新不容小觑。想当年啊， AI 的核心就是算力，谁砸钱多谁就赢。而如今啊， DeepSeek 给了他们一个大大的问号，这算力革命咱们还得继续砸钱吗？ DeepSeek 遭遇海外 IP 持续围攻，红客联盟强势反击。这个故事啊，要从 DBC 说起啊。眼看着春节快到了，咱们这边正热闹非凡，一些见不得光的黑客们却悄然发力，利用了各种暴力手段，对 DBC 展开了史诗级的攻击。各种低级的 double 攻击和高强度的密码爆破袭来，就像是西方世界的无情打击。而这些攻击的源头啊，指向了美国。你说奇不奇怪？人家可能以为中国过春节了，大家都放松了警惕。那谁知道，咱们中国的网络安全力量早已是卧薪尝胆，箭在弦上。就在美国黑客影子军团满怀信心，宣称突破了 DBC 的防线时候，红客联盟跟华为的网络安全团队却展开了反击。仅仅72个小时之内，他们就逆向锁定了攻击的来源，瘫痪了对方 37% 的僵尸网络。可别小看这场战斗，它保护了 1.2 亿 DBC 用户的数据安全，真正让人感受到了中国科技力量的强大。这可不仅仅是一个技术问题啊，这更是一个民族的力量体现。红客联盟的出场让人不禁想起了庄子里的那句，众人拾柴火焰高。中国的网络安全力量早已不仅仅是一个企业的责任，而是全体中华儿女共同的使命。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斗中啊，中华儿女的凝聚力跟智慧正如那五星红旗在数字的事业里高高飘扬。逆水行舟，揭秘中国 VC 在大模型创新领域的挑战跟机遇。中国投资者们押宝于这片热土，将海外模式引入了华夏大地，落地生根，开花结果，此乃投资之道也。利字当头啊，本无可厚非。然而啊，大模型之路却犹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欲成大事者，需有千金散尽还复来的豪情壮志，更需要面对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的重重挑战。什么烧钱、算力、基础技术的研发、时间的沉淀，再加上合规的风险、算力限制与人才缺口，无一不是拦路虎。正如古人云，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中国 VC 过往曾大规模涉足到零到一的创新领域，他们偏爱那些能见回报、有大客户买单、风险小的项目，只要投了便想套现。如同庄子曾经约过，朝君不如晦朔，岁孤不知春秋。
DeepSeek 这类核心创新啊，绝非仅凭烧钱便能功成名就，还需要有一支精锐的技术团队不断迭代，方能在这波波涛汹涌的大模型时代中立足。君不见硅谷之地啊，虽孵化出十个 OpenAI 体量的公司呀，但九死一生，唯有坚韧不拔者方能笑到最后。而在中国啊，由于融资成本高昂，市场试错的机会少之又少，中国的 VC 们更倾向于追随行业的增量步伐而前进。如今啊，互联网红利渐行渐远，大模型时代已然来临，一旦中国的厂商在这场竞赛中脱颖而出，国际资本与美股必然经历一场翻天覆地的洗牌。昔日的小甜甜啊，今朝已变成牛夫人。正所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啊。再观微软 Copilot 的 AI PC， 仗着 Windows 庞大的装机数量，试图讲述一个动人的故事，激励众人们继续更新设备，融入 Windows 的生态之中。这般操作啊，既安抚了 OpenAI 既在 Azure 平台上的接入。DeepSeek 啊，皆在通过售卖服务赚取利润，同时优化 DeepSeek V21， 编织关于 AI PC 端模型的美好愿景。毕竟啊，得民心者得天下，能在保护用户数据隐私方面有所作为的小模型，自然比依赖 GPT 云服务更具吸引力。然而啊，最焦虑的莫过于 OpenAI 与 Anthropic， 这两者身为纯粹的模型制造商，缺乏自身的云服务跟业务支撑。其次是谷歌的 Gemini 跟 Meta， 而对于微软的 Azure 跟亚马逊而言，这些模型制造商不过是下游的研究机构。如果说 DeepSeek 诞生于海外，恐怕这微软、亚马逊早就携着重金来上门求购。至于下游的 AI 应用商呀，则对这一切乐观其成，价廉物美，何乐而不为？于是乎啊，外界开始流传一种观点。曾经以 OpenAI 筑起了坚不可摧的护城网，随着 DeepSeek 的出现，人们意识到 OpenAI 并非不可逾越，反而 GPT Rapper 只需要更换模型 API 即可实现降本增效，实乃妙哉。黑暗森林法则，封得住引力波，但封不住叶文洁眼底的星空。铀矿能被垄断成战略武器，但费马定理的证明终将属于全人类。当牛顿与布莱尼兹在时空两端写下相同的积分符号，当伽罗瓦用群论密码与阿贝尔穿越生死对话，算法从来不是保险柜里的钻石，而是计分中的蒲公英。 DeepSeek 不过是其中的一粒种子，即便没有它，也会有东方的矩阵，西方的拓扑，在算力高强的阴影之下成长成参天的逻辑之树。芯片可助攀离，算法自成江湖。感谢各位家人们跟大招一起在老友记燃烧青春的热血，点赞订阅不迷，下期再见。